嗨，我是 Randy， 教你画出属于你的温暖故事。今天要开箱变色龙水彩，有使用了一阵子，它有其他款式，我们来看看其他颜色。这支快送水彩使用时要多摸几次，颜色比较浓哦。我们来看每个颜色画出来的效果，是画在其他纸上，它比较建议画在黑色纸上，比较显颜色。纸张不同，水分控制也要注意。在光线和角度不同，显现的颜色也不一样。我们来试画其他颜色。变色龙水彩很适合画孔雀，因为就像孔雀开屏一样，显现各种颜色。如果喜欢这次的开箱，请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。